新的一年呢都能够吉祥如意，不管在这个智慧上面啊，悲心上面，我们都能够增上，然后发喜充满。那我们也很开心呢，在第啊这个新的一年，我们首先呢啊学习的是21度母战士。21度母战呢，我们也许呢在汉地当中并不是说非常的这个弘扬，可是呢在藏地在印度呢都是啊极为弘扬的一个法门。那我们今天也来学习啊21度母战。那我首先呢一开始我们也是啊一起大家共同来这个发心，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希望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完心之后呢，我们今天也是大家呢也是好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是21度母战。那这个21度母战呢，它是也是一部啊这个佛经，不管在藏文和汉文，在大藏经里面，那也许大家呢一般呢都会认为呢21度母啊，从度母上面大家第一个直接想呢可能都比较直接是从藏，认为是藏传啊，藏传这个佛教当中才有的本身。那其实呢在汉啊这个汉地当中呢，这个显宗的这个大藏经里面都有啊有关这个21度母战的，只是我们在这个啊汉地当中不是这样的一个弘扬。那在啊这个古印度还有藏地呢，度母法门是非常兴盛的，信仰的人呢也很多。那许多大德呢都造有这个度母的仪轨，然后信仰度母就是啊，就像信仰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啊，都非常的这个普遍。那在汉地呢，当然虽然不是很啊这个兴盛，那其实呢度母呢，我们一般来讲跟观世菩萨，等一下后面呢我们也会啊有相当啊就有相关的关联。那在这几年当中呢，在汉地呢啊个别藏传的佛教的大的，在我们的汉地，就是不管在香港啊、台湾啊，可能是在少数的内地呢，也有弘扬过这个度母法门。除此之外呢，这个度母法门基本上啊不是说是非常的这个啊普遍性的弘扬。那这个目前呢，这个汉文上是在这边特别简介了汉文的度母法呢啊，这个种类呢是比较少，那只有一些简单的仪轨还有这个咒语呢是在流传的。那以这个21度母战来说的话，就元朝的安藏大师呢曾翻译过个别的译本。我在想说一般大家呢肯定都比较陌生，即使有翻译，因为这数量啊极为的少，然后所以呢啊也不是那么的、哦、这个普遍的关系，所以大家肯定都很陌生啊。这译本呢它是直接译，内容是直译的，所以看起来也比较的这个啊不容易去啊理解。所以呢这次上师呢特别参照藏地，那么知道啊藏地也有很多的有关度母的这些经论，那所以呢就啊这个参照藏地的一些啊度母的这些战士，然后重新也做了一些翻译，然后为我们开讲。那也是非常感谢上师的这个啊这个慈悲。那度母啊这个修法呢来自于，主要是来自于印度啊，有龙梦菩萨，我们也是看一些啊尊者了啊，龙提这个来讲龙菩提尊者，然后还有吉天菩萨、阿底峡尊者，很多的这些大的呢他们在这个专辑当中，我们可以常常可以呢啊，可以听闻到得到这些度母的授记还有加持。所以呢希望呢我们大家呢通过这一次的学习呢，能够呢也是开始修持并弘扬度母法门。毕竟在末法时代呢，度母在遣除委员啊灾难的时候，所以呢一开始，所以我就啊这个来讲，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呢能够学习到度母法门。最主要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呢都能够呢啊吉吉祥祥、顺顺利利、圆圆满满的。所以呢就是要什么，依靠修持这个度母法门。度母法门，那度母呢具足这个圆满的这种，不管在智慧上、悲心上、威德力上面，那如果修持度母法门，所以呢依靠度母的这种加持呢，所以而且是非常的迅速，而且非常的猛力啊，这个加持呢，可是呢最主要是什么啊，家带自己呢要带一个这个啊，所修持者要带一个这个信心及强烈的信心，要深信呢都所有的法门都是一样，不管我们这个文殊修任何法门，都是以信心能够进入，能够得到加持，能够融入到自心相续。所以同时呢度母呢，修持度母也可以增长这个啊，不单单是遣除我们修行中的啊这个障碍，还有呢增上智慧。当然我们想想啊，就我们的智慧没办法增长，福德没办法现前，主要都是有一些啊这个无明啊，然后这个啊所谓的这些啊这些恶业啊的现前。所以呢我们在遣除一切的这些啊无明障碍的过程当中，当然呢这个智慧啊福德等等就可以增上了。
所以呢，在藏地呢也有这些说法。我们看文殊菩萨是一切诸佛的智慧总集，这些我们比较能够了知。观世菩萨是一切诸佛的大悲总集，那度母呢是一切诸佛的事业总集了。那诸佛的事业当然从利益众生方面啊，去遣除众生的痛苦，然后将众生安置在不管是暂时还究竟的安乐上面。那这是诸佛唯一的事业，就是啊让众生离苦得乐。在这些方面，度母决定都有什么极为特殊的这个力量，能够也可以啊让众生遣除痛苦，让众生啊这个增上在这个安乐上面的这些利益。不管什么样的人呢，只要信仰度母呢，恭敬啊，经常恭敬的这个祈祷。其实我们每次呢，大家都我们也是啊一些比较不是，除非是少数这些刚接触啊佛法的道，那一边呢啊一般呢，如果呢经常接触到这个藏传佛法的，那我们应该也啊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的本尊人这样的这个修持。那大家呢一开始呢都是很精进，哎呀就是带着几个啊一般是好奇心啊等等，可是三两下呢我们很容易就怎么半途而废，一下子就啊没有声响了。这就是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最大的这个一个问题所在。所以呢希望大家这边讲的持之以恒啊，这就是我们修行，不管我们是修行当中最重要，就是啊这个像细水流啊流长一样的这样持之以恒，这样呢才能得到真实的加持，不是临时抱佛脚。我们常常啊这边一讲到啊度母啊，大家今天一学习到肯定呢这两三天或两三个礼拜啊特别精进的啊每天都会修持，可是时间久了可能呢啊有部分道友就会把它这个淡忘了，或者就放弃了，那觉得哎呀这个度母修法又是，所以大家呢还是这方面呢大家我们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下啊，修持啊修行呢不是这个样子，最怕就是半途而废了。那非常的可行，因为能碰到这样的一个殊胜，尤其在遣除啊这个委员上面的啊障碍上面的，我们真的在末法时代依靠自力呢是很难的。所以呢希望呢大家能够什么持之以恒，经常而且呢带一个恭敬心，不要带一个就是哎呀习惯了好像只是做一个功课啊，就随随便便的一般的一个功课，这个什么经常然后恭敬，这个恒常恭敬这两个如果能做到呢，这个加持呢啊决定呢都能够啊自行可以去感受到。而且经常念诵呢这个啊度母的这些咒语啊，一定会得到啊度母的这个加持。这个我们就啊要啊这个希望呢大家是一种持之以恒，然后再加上呢能够呢一个恭敬心诚信心来这个念修。那今年这个年初来呢，这个来讲上师这边也出现了很多有关这个度母的这些一个缘起，所以上师呢其实在早年呢就很想啊就是来这个开讲这个度母的这个修法，可是呢都有一些其他这个啊可能缘起啊等等的这因缘呢并没有这个具足的时候。那可是呢今年就不一样啊，我们就是看到就是啊就出现很多有关度母。我们来看看那些国外的高僧大德啊还有佛教徒呢也是啊就是送了上师很多的这个有关度母的法本，而且呢在这个啊在这个开讲前的两三个月，然后达巴堪布呢也送给上师呢一尊的度母像啊，都非常的这个也不是巧合，因为如果一两次呢可能是巧合，可是呢太多了啊。然后呢第三个啊也是在这个前段时间的一个印度的商人呢本来想供养上师一尊的文殊菩萨像，可能后来呢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就找到一尊从啊尼泊尔这个请的一个度母像。那于是他就把这个度母像呢请了送了上师。那我们想想啊，这个也很这个特别这个一个缘起。然后还有这次开讲前两天呢，在市区也是来了一个考察团，那送给了上师呢一张著名的这个度母像啊。这个度母呢在这市区当中也啊曾经也是遗失过，它是属于国家宝啊，这个国家的这个文物保护级的，所以呢是非常非常难的，现在几乎都是锁在这个啊保险箱里面，不轻易的让人家啊这个来讲的啊这个见到。那这个考察团呢，他们呢啊能得到了这样的一些很庄严的这个度母的相片啊，那到了学院呢只剩下最后一张了，所以把最后一张呢刚刚也好也是这样一个恰巧的一个因缘呢就送给了上师。所以想我们在想这些这么多的啊这个因缘，那还有前段时间有居士想供养金堂唐卡呢，结果请的就是两张度母，白度母还有绿度母的这个唐卡，也非常的这个
具有姻缘的这样的，然后呢，这两天这两张唐卡非常的庄严啊，就现在呢也是供在这个我们的啊这个上课的金堂大金堂里啊，这所以呢，你看看这加起来，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啊，还有很多的啊这个陆续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缘起，所以呢啊这个开讲时的上师呢一开讲，那就具一个很殊胜的这样的一个缘起，所以非常好的缘起，使我们呢啊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也能得到很快速得到这个度母的加持啊加持，那我们。先来看啊，进入到正文当中，二十一度母赞的一个科判。然后呢，那当然整个全经分初义、中义、末义。初义呢，主要是从经名还有这个总顶礼开始；中义的话，那它有不同，从历史来赞颂，然后这个历史的渊源，有的是从这个杜母的真相来赞颂，有的是从杜母的事业啊，这个再来讲对杜母的赞颂呢，有不同的这个、啊、侧面来做一个赞颂。那我们首先呢，一开始我们来学习这个啊，这个啊经名，经名的话呢。圣杜母赞，那这是经名。那圣杜母赞中呢，宣说了21尊的杜母。我们比较一般来讲，在藏地比较熟悉的，可能大家都是白杜母和绿杜母，我们会比较熟悉。那其他还其他杜母呢？我们21杜母就来，到时候我们慢慢的啊，一尊一尊的来看看杜母的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我们都有一个欢喜心，大家在学习所有一切的佛法或者不管是法门文，那都要以一个欢喜心，否则呢，信心很难升起的，都要带一个这个法喜心。欢喜心来学修，这真的的确啊，我们就是看一看一个欢喜心，然后呢看一些啊，能够学修到这么多度母的这个啊功德，那这样子我们在祈祷的过程自然而然会非常的这个恭敬，那呢当然呢度母的加持很快速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香絮当中，所以每一尊度母都以一个寄送来这个啊赞颂，虽然是一个短暂的寄送，可是呢这功德都不可思议啊，到时候我们都能学习到，所以这部经也称为21度母赞啊，最主要是对杜母的这个利益众生上面事业的这种功德的赞颂。那这个经呢，到底属于这个啊哪一部序啊？我们也知道有世序、行序、瑜伽序啊，不上瑜伽序。那在对于啊有不同的说法啊，可是也不是啊不相矛盾。阿底峡尊者呢认为是属于世序，世序总共有35品。那第三品呢，也就讲到了21度母赞。那日藏大师呢，他认为是瑜伽序，瑜伽序的第570品也是这个21度母赞。那后来的这些个别大的呢，就认为呢，既然啊有认为这些前面大的认为是。属于世序也有瑜伽序，那就像文殊真实明经一样，有无上密法的解释方法，也有普通密法的解释方法，其实呢都根据啊众生不同的根基啊不同的根基然后来说的，所以究竟的意义上呢是按照无上密法可以解释，那根据所发根啊众生的根基，有些根基呢它是属于世序的，那当然就可以用世序的方式来解释，那如果一些众生比较立根的话，当然也可以用这个啊瑜伽序来解释，所以呢这都不相解嘛，互相矛盾的啊，这个。所以不管是绿度母还是白度母，其他的度母本体呢，我们要知道是一个，那当然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究竟上来本体都是一样，智慧啊这个悲心啊这些功德力等啊，所有的这个啊就是来讲自卑这双运的这样的一个本体啊是没有差别，不会说白度母的智慧多一点，然后绿度母的这个啊哪一个方面这个啊这个来讲能力上绝对不会，都是相同的，只是从不同的这个功德或者利益事业的方面上面，他们有不同的这些种种的显现。那当然在名言当中呢，为什么有21度母，我们的在名言当中大家众生来讲分别念的关系，一就不是21啊，我们就是一尊度母还有21尊度母，大家会觉得哎呀21尊度母啊，这个来讲会感觉这个、啊、自己的这个、啊、就觉得这个所加持的力量会特别强啊，这是我们众生的这样的一个，然后的确呢在这个名言当中，我们的确啊众生有这样的分别，在那二十一度母呢，他就会从不同的侧面对我们做这些加持，所以呢啊就是祈祷一尊，从究竟上来讲呢，虽然是祈祷一尊跟21尊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众生的分别念，一就不是21，21就是多于而已，所以在这方面，而且呢啊这个不同的角度的这个啊这个能啊这个功德上面呢，我们也是啊这样子，所以呢分了21尊，然后这个那我们要经常去念诵这个度母赞，那决定都是得到度母的这个加持啊！这上师一再一再的啊，一再的，后面也会讲到上师自己本身的啊修持这个度母法的这样的一个渊源，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来参考。那度母到底是菩萨还是佛呢？其实我啊，众生的分别念其实很多的，很有趣的啊。那有时候会想，度母呢，大家可能大多数会认为度母是菩萨。
啊，就是一个女，而且还是女性的菩萨啊，这个可能啊，一般来讲会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倒是看看是到底是佛还是菩萨。从就近上来说，杜母早已成佛了，就像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一样，都早已是古佛再来了。那因为自己的这个愿力的关系，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杜母啊，他也是啊，之前在因地当中也有这个许愿的啊，愿力的关系，以菩萨的身相啊来这个利益众生。有时候众生呢，就是喜欢菩萨的身相。啊，就是来讲就会那菩萨呢啊，这个佛呢啊，就会显现菩萨的身相来度众生。那有时候呢喜欢佛的身相，当然就是变化佛；有时候喜欢这个啊，这个来讲凡夫的身相就会显现。所以呢，都是随着众生的根基意乐啊习气的。所以这个杜母早就成佛，是在大幻化网中呢，这个北方不空成就佛的这个佛母呢，就是啊誓言杜母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校正当中，我们就知道啊，杜母是早是等于是古佛再来。那站在某些啊，这个所化众生方面暂时显现为这个菩萨形象啊，菩萨形象，然后来利益众生。我们有时候看看啊，看到杜母的这个身相非常的啊，这个人啊，这个调柔庄严的那个身相啊，这个姿势呢极为的优美啊，我们看的就是一种欢喜心。所以呢啊，这个佛菩萨都是随着众生的一种欢喜啊，这个而且意乐呢，然后呢显现，然后度化的。那我们现在知道，那杜母呢最主要是啊，一般来讲前出世间的各种灾难啊，然后这些啊这些横死，然后还有种种的那没有灾难，还有一些啊种种的这些业障痛苦。那当然呢，除了定业，我还啊这边再再的要强调，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祈祷了，然后怎么还有一些啊还是碰到一些不顺遂的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啊，我们老是在这个啊这个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当中呢，有一种习气，我总觉得呢啊给我。有时候也许是我自己一种不清净的这种分别念，总觉得我们佛教徒呢，有时候跟佛菩萨好像在做生意一样，在做一个买卖一样啊，这种诚信心，哎，我今天呢上了多少香，我今天念了多少咒啊，好像我们付出了这一点，然后佛菩萨肯定一定要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回馈啊，马上有这种感受，真的就是像在给一个做一个交易。啊，其实内心里面我就觉得啊，有时候感觉有点可悲啊。当然有些不是的啊，不管再怎么样啊，他就是内心就是深信啊，极为的肯定佛菩萨一直在加持我。即使我碰到任何的委员，他都不会认为说佛菩萨没有在加持他。我们很容易是什么啊？就是只要碰到一点小小的委员，就觉得佛菩萨不灵了啊，上师啊，这些本尊都不加持了，马上就怨天尤人。其实我觉得很可悲，都不知道佛菩萨的慈悲。那自己呢，平常呢也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哦，也没有真正的叫持之以恒的方式呢，啊，极为这个诚恳的方式来祈祷啊，这是随随便便的，然后上个香啊，然后上香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是极散乱的，啊，都或者我们自己呢，到底对这个佛菩萨啊，本尊们，我们到底是用一颗什么样的心？那可是呢，啊，常常就是一颗这个啊，极为啊，不是特恭敬的，然后可是呢，却很常却要求呢，要得到很多的这种加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呢，啊，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稍微要思维一下，这样反思一下自己呢，对诸佛菩萨的这种诚信心到底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心态，这是要常常去反思的。否则呢，我觉得啊，真的啊，是一个比较这个，虽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福的因缘福报呢，能够啊，就是深信这些啊，能够相信这个啊，这个三宝。可是实际上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啊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啊态度。所以呢，杜母呢，他是决定是都能够遣除世界上各种的灾难痛苦，当然只有少数的一种定业啊，这个业比较重的时候，那当业重的时候。之后显出杜啊，这个祈祷杜母难道就没有用吗？他会怎么重报轻受啊？重报轻受，明明是三恶趣的这个因，或者乃至是无间地狱的金刚地狱的因，那依靠我们恒常的祈祷杜母呢，他都发现什么啊？就是比较一些微小的这样的一个罪啊，这个恶报呢的现前，所以内心里面都要欢喜。只要我们恒常积极的啊，真正具有信心的，不管自己碰到啊什么样的这个因缘呢，都会知道，还是相信呢啊，这个佛菩萨啊都是在这个加持自己的，所以任何遇到灾难痛苦的机缘啊，一定要
一心一意祈祷度母，然后一心一意祈祷度母最主要呢，这是怎么样啊？这是平常要去串习的，不是说啊碰到这个啊真正啊临时碰到事情临时爆发，有时候呢碰到比较一些啊就是极为这个啊这个来讲猛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如果平常自己没有习惯啊持之以恒的去这个啊这个来祈祷的话，有时候会什么啊一下子就是根本就忘了要去祈祷，所以这些呢都是要靠平常去串习的，不是说临时抱佛脚。那我们就啊再看，在汉传佛教中呢有这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对啊，这边来讲就是在学院当中，我们也常以前啊在的这个来讲，不管在学院还是甚至在为全世界的这些委员法王啊如意宝呢，以前在世的时候也曾经都是经常要求啊大家呢这些弟子们呢恒常的一起祈祷度母啊，或者是聚光佛母，然后一起啊来遣出不管是学院乃至这个全世界的啊这个委员呢，那都有带来机会啊这个来讲极为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加持。那汉传佛教中我们说有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也可以用在度母的身上，救苦救难的度母。所以度母呢它是让众生什么会度越痛苦的，所以称为度母。那依靠谁来啊？那来度越，那当然肯定是依靠度母。那度越者是谁？我们正在感受痛苦的这个众生。那用的方式，自己是以信心，还是这边强调？其实呢，我们在啊在学习啊，不管是哪一个的法门，哪一个这个，我们都可以常常可以看到信心，信心。而实际上呢，大家就觉得，哎，这个信心看到就这样晃过去了。那实际上呢，常常出现的这些字眼，大家应该还是要是一个窍诀。啊，我们的窍诀倒并不是说，哎呀，好像很稀有的啊，谁都没有听过，只有我一个人听过，那才叫窍诀，不是的，很常可以见到的，这是有时候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用词，大家应该用心的。虽然我们在这样这啊这么这个一个长篇的啊这样的一个学习纲中的一个大论的一个学习，不管是怎么样简短的还是啊长的一个论当中呢，它都会有一些关键的字眼，这些关键呢大家应该要抓住啊。修学佛法是要用智慧去抉择的啊，虽然我们没办法呢啊一次把所有的这个全部都记下，可至少在每一次每一堂课呢，自己要懂得啊这一堂课我又学了什么啊，这样你可以增上我的这个文字修行啊，自己呢要懂得去啊，这个来讲增上自己学修上面的这个功德利益的。那我们就看信心祈祷啊，这是的确是一个关键啊，这个加持的这个力度的强大强弱呢，是在信心上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呢啊，我们自己好好不要就是老是啊，就是有些人呢像啊，对于这个啊。佛法上面尤其这些如果没有啊经过文字修的一些这个佛教徒呢，他们总是认为呢啊这个来讲自己啊就是常常会喜欢怨天尤人啊，都不知道自己平常根本也没有付出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恒常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祈祷，那就会啊就是一碰到这个委员就会这个啊怪罪到这个啊上师啊或者乃至诸佛菩萨，其实呢这个啊的确是一种很啊这个愚痴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真正具有什么啊这个啊文字修具有见解的正见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者呢，他恒常都会什么，他只会以这个深深的信心呢去祈祷每一个这个自己相应的本尊，那或者替他人啊这个来讲，或者别人替自己祈祷度母，或者我们替他人祈祷度母都是可以的啊。有些人呢你让他啊的度母他觉得他不信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自己帮他人去祈祷啊，或者是他人呢有时候自己啊碰到一些很这个啊，是在这个来讲很大的一些委员的时候，也可以他人可以，就可是最主要是我们是自己，我觉得呢还是靠自己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能够帮助他人情况下，我们也依靠祈祷度母去啊，就是遣出他人的这些委员。所以这些因缘聚合时候，众生就能得到这个度母的加持，之后呢，决定都能够什么啊超越这些，都能够这遣出这些痛苦，度越到这些痛苦啊。我们这那在末法时代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没有本尊空行啊，护法。护法神啊等等的这些加持呢，靠自己的力量要远离痛苦是非常困啊，非常困难。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些委员不是说就是偶尔来一次，而是经常是苦苦
极为的多在苦上加苦一个苦呢委员都还没有遣出呢，另外一个又随之而来的就让自己几乎都是就是承受不了了。这时候大家不要就是一味的沉浸在这样一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深渊当中，应该赶快就是立即要想到我们有这个上师三宝，有本尊，有空性，有护法，自己应该寻找自己。每个人呢，因为虽然这个上师三宝三根本其实呢到个本体上面，我们在究竟上讲，大家前面还是一样，不是说只有二十一度母然后本体才是一样，其实所谓的佛菩萨本尊空性护法他们这些来讲话这个本体都是一样，只是呢因为众生的不同，刚才也讲了，这是众生所化众生的这个需求然后显现不同的功德力量，那这个所以呢就会有这些不同的显现不同的名称显现这些呢我们就可以寻找自己比较相应的一念到这本尊，有些人一念度母的这个心中特别的欢喜，心特别的就马上就平静下来，就表示什么自己很有相应的，甚至有些人这个来讲话就泪流满面等等的这就是代表都可以显现出来，就是我们就可以寻找自己比较跟自己相应的跟人不是说这个一窝蜂的人家说这个马上就跟人可以就是看看，因为呢本尊有无量无边的本尊，可是呢因为众生的这些习气根基的也是无量无边，再有这些那可是要寻找自己比较相应的相应的。那度母来讲呢我是觉得呢都比较适合的，因为呢我们毕竟汉人就是汉地来讲，我们跟观世音菩萨也是很有像很有这个因缘的，那度母也是我们也是来自跟观世音菩萨有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汉人呢修这个度母呢肯定呢也是都有相当的这个因缘，大家可以自己这个来讲就是体会一下，那这个靠自己决定不要就是说一想有些委员呢大家要习惯性的因为有时候呢有时候碰到一些这个学习上面的一些居士们就像内心里面就是很苦恼，就想说为什么不懂得祈祷上师三宝，为什么不懂得祈祷本尊你说一般人没有学修佛法没有接触到这些法门的话，那这个就是在那边很痛苦的这个，那当然一般世间人是这样子，我觉得情有可原，可是呢我们已经是皈依三宝了皈依上师三宝，我们要懂得我们这个来讲要懂得是要成常遇到任何不管是顺缘，不是单单只有遇到委员我们才懂得祈祷上师三宝，平常没事就是要恒常的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习惯祈祷上师本尊三宝三根本，那否则呢我们就像风中的灯很快被吹灭，一下子就被这些委员给打倒，自己力量很快就消失，所以这个不要忘记要恒常祈祷这些上师三宝三根本。那如果有了圣者的这些助缘在这个浊世的这样魔众的再兴风作浪，自己也有能力去应对了那如果单靠自己，我们的修行力道毕竟是很薄弱的，然后呢业障魔障是比较这个来讲力道强大，那自然我们要怎么依靠这些圣尊的这些助缘所以要自己好好就信心的去祈祷，那自然呢依靠这样具足智慧悲心的圣尊，那就像天降大雨一样，那再大的这个熊熊的这个烈火的委员呢一下子也能够就是什么就会熄灭，这个呢千万大家不要忘记了，因为我很常的有时候看有些就是来讲这个当时非常的痛苦就是自己又想到痛苦很烦恼样子我们这分别念自己就要转到祈祷上师本尊，因为这时候自己实在拔出来，当然自己如果能够依靠学修佛法的这些见解把这些委员这些等等的烦恼把遣除，当然也是很好，因为呢法跟这些本尊也没有差别的不要认为这个佛法跟本尊又是好像三宝好像都是分开的，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佛法也是来自于这这个佛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结晶，那所以呢依靠如果能够依靠自己学修的这个法门的正见呢，我们遣除委员遣除这个烦恼，当然也是那当下也是这个在自己在这智慧上面的这些增上，那如果实战当时也想不出来，然后烦恼上太重的时候，那至少祈祷上师本尊，这些呢是决定是自己不要忘记。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阿西杜摩呢啊，就是来讲，我们就是第一个这个啊，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精灵，我们就讲了这个圣杜摩赞。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总顶礼，这是啊，这个嗡顶礼至尊圣杜摩，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总顶礼当中，嗡呢，我们常常也会看到嗡啊，或者有时候有些啊，这个法门会有个啊字啊，这边有个嗡字的话，大家不要讲嗡到顶礼至尊圣杜摩就嗡一下子就嗡完，好像在蜜蜂中嗡嗡嗡这样子一个叫声，没有，我们要必须要了解。解到这个嗡代表什么？它是一种呼唤词，啊，是呼唤词，呼唤什么？啊，与诸佛菩萨身口意相应三门啊，金刚萨身口意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咒语，一个嗡字就不得了了。所以呢，大家不是说带着一个啊，就是如果没有学修道的话，我们不懂嘛，就啊，就算。而实际上我们就要了知的，所以一个嗡字呢，我们就知道代表是什么，它呼唤啊，能够跟这个佛菩萨圣尊相应，身口意相应的这样一个咒语。所以当这个嗡字出来的时候，内心里面就知道，哎呀，佛菩萨啊，我们发出一个这个啊声响，然后再呼唤什么啊？这个诸佛菩萨们、圣尊们的这个啊这个声语意，这跟圣啊这个诸佛菩萨、圣尊的声语意去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呼唤之声。然后顶礼啊，这个至尊圣罗，至尊当然是对这个圣杜母的一个啊这个恭敬之称、尊称。那经文的意义在具足智慧、悲心、清净戒律、利益众生啊等等的这些功德的这个圣者杜母，杜母的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我们知道杜母经是什么？这个即是成佛了，是佛再来的。那在这杜母前呢，恭恭敬敬的顶礼啊，这个恭恭敬敬。所以呢，嗡呢顶礼至尊圣杜母呢，我们不再是就是啊，所以大家呢这已经学习到了，已经了解到。每个这个颂词里面的一个每个字的这个意义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应该在一个理解已经了解的过程当中呢，那再去顶礼的话，再去这个念诵的话，那这个加持力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一个了解的方式，我们知道每一个字每一个这个这个来讲这样的一个仪轨的法这个里面的这个它的这个功德我们是了解，那这样子就才能够会什么起一个极大的甚深的一个恭敬心去念修。那在古印度时候，即使不信仰佛教的人呢，念杜母，刚才讲不管在印度还是藏地呢，这个修杜母法门的还是非常多的啊，他不见得都是属于佛教徒。那有时候不信仰佛教，可是呢他也懂得念诵杜母，顶礼杜母者也特别的多啊。这个来讲，有些不是佛教徒，就像我们叫汉地，有些呢他也没有真正的皈依啊什么，可是他知道他要什么啊，他会拜观世音菩萨，也有这样子啊。在汉地很多地方，尤其是南方啊，有些地方呢你说他皈依没，他也没皈依佛这个来讲三宝，可是实际家里会供着什么观世音菩萨啊，也有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佛菩萨的这种度化众生的这样，有时候是极为的这个广大的，也是靠着众生具有这样的一个善因缘。那这个还有在那兰陀这个壁画当中，杜母赞的比率也非常高，常常在这个那兰陀寺，然后呢菩提迦耶的这个佛像中呢，杜母像也很多的。那这是在印度，那在藏地当中，几乎每一座寺院呢它都会有杜母的这个像这个雕像或者是唐卡。所以藏族人呢几乎没有人不念杜母经咒的，就像念那个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是相这个相当一样的。那以这种清净的信心，就像这个清净的水池呢会出现愿意。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信心，为什么信心很重要？信心呢就像是什么一个这个来讲这个清净的这水池当中这个水呢是清净的，那自然而它会映现出什么愿意能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要培养对杜母的一个信心，这样杜母的这个这个来讲加持的这个影子才会进入到我们的相续当中。如果我们带着这个没有信心的话，我们这就没有得到什么一个清净的水池，它是污浊的，污浊的就没办法现出什么月影。其实这月影我们分别念说这个众生我要显现，那个众生在面前我要去不显现，没有这样的就是来讲佛菩萨也是无分别，对所有的众生的悲心呢都是什么平等的，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增减。那可是呢最主要的这个，那可是佛菩萨的加持的这个力道的强度呢，着重是在众生心里面的这信心强弱，这个大家还是要记住记住。所以如何能够这个来讲这些这个能够度这些众生，能够就是来讲受到这个加持呢？那这样呢，懂得杜母的这些不共功德，自然而然才就会升起什么这个不共的这种信心，它是从恭敬。那可是呢，我觉得最这个这个来讲最浅的一个欢喜心
你要一个欢喜，一讲到动物内心一个欢喜啊，一个喜悦心出来呢，他这样子他才会什么慢慢去培养这一个啊这个信心。所以一个欢喜心呢啊，一个啊这个喜悦之心还是要有的，不要讲到动物内心就像石头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啊，自己啊，所以我们在学习已经学习到了啊这个动物的功德，我们就要懂得啊，内心里面啊，一想到哎呀，杜母这么多功德啊，内心的欢喜，哎呀，一想到一念到杜母的心咒，一想到杜母呢啊，内心一个欢喜心存，内经代表这个信心在增上了。所以首先当然要懂了啊，杜母这些不共的功德，自然啊，那就会产生这种啊这个虔诚的清净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而且呢，他自然而然到时候在不管在念诵在顶礼的我们这个恭敬心啊的这些就出来，然后对杜母的这些顶礼供养的种种的善法也会啊这个持啊就会这个相继而来，就会那自然而然的决定是得到杜母的这种加持的。所以呢，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就是啊这是二十一尊杜母的这些不共的功德，那知道的功德的话，肯定呢我们的心经才会增上，念修的过程修持这样的啊念诵这二十一杜母赞呢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恭敬心诚信心才会什么啊这个来讲增上，那自然而然加持啊加持啊也来得非常的这个快速，所以要靠自己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中义啊，就是对杜母的二十一杜母的每一位杜母的这个赞颂功德赞颂。那首先是以历史的渊源来赞颂的，我们看看顶礼分勋就杜母呢，目如啊这个刹那闪电光，三玉护主莲花面，花蕊绽放从中间。我们从前来看一下，那以历史的渊源，那这个顶礼这是分勋就杜母。我们一看到这个名称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杜母的啊这个来讲度化众生的这个速度是极为的勇猛，极为的迅速的啊，这个时候奋迅就度母一看，然后这个标志上我们看它的深色是红色或者这个啊这个金黄，就是一种金黄色。然后手呢，手印呢，这个右手呢结这个救护众生的这什么圣师印啊。我们看这手，有时候我们要拿一位啊，就是有如果啊这个来讲有这个有人掉下去，我们要伸手去救的话，是不是我们都会把这个手啊就是往下的这个啊这种方式。所以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啊，杜母的这个右手呢这是什么救护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圣师印啊，这个圣师印。那左手呢持着莲花，莲花上面还有个右旋海螺啊，这是主要是分勋救杜母的一个标志。那它这个特点就是度化众生，我们刚刚讲勇猛啊，极为的勇猛，极为的迅速啊。那麦佩门姐也说了，所有的本尊当中杜母的加持是最快速，当然是从一个啊在这个来讲一些侧面的显现上面的一种角度啊。可是我觉得呢，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这个信心啊，信心。那这个杜母的加持呢，肯啊这个来讲啊，麦佩门目前老人家会这样说的话，肯定也有他这个啊这个来讲这一方面的杜母呢跟现在的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关系啊。因为呢大家就是比较就像是对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在汉地当中观世音菩萨大家祈祷，因为呢缘分比较重，并不是说哎呀那为什么所有的本尊难道其他本尊都啊能力差一点呢、啊、不是的啊，这是跟这个啊所化根基众生的一个因缘啊。众生呢他这个、啊、就是因缘比较怎么深的话呢，那当然这众生呢在祈祷的过程他的信心会比较很容易就跟啊这个啊这个圣尊相应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啊所有的这本尊那些对我们的，所以为什么上师要在这么多，其实很多本尊都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为什么啊？就是上次要为我们开讲这个二十一杜母啊，二十一杜母赞，那也是呢，因为呢前面的种种的这些很好的缘起，也代表呢我们也跟啊杜母呢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深深的一个因缘啊，这样也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个根基啊。尤其我们刚才讲杜母呢，一直都是在遣除这个违缘啊，遣除痛苦方面。那我们在末法时代这样五浊恶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众生的这个委员啊这个或者痛苦是比较这个啊多的，那自然而然修啊最适合就是修杜母来遣除。那接下来这个历史渊源我们就来看看是怎么样的。那分析捐杜母，首先我们看看有什么功德。那从这个宋词当中，目如刹那闪电光，它这个就像暗夜中闪电，大家应该就可以在这个啊这个夜晚当中看到闪电，哎呀那个一闪电一下子就像白天一下啊照亮，不是用像我们有时候要看一个东西要看很久看半天才看，杜母的这个智慧之眼啊一下子啊当下一下刹那就是所有的万物都能够啊清清净净
静的在这个杜牧的这个关照之下，那这个杜牧的智慧眼一下子就能够照清七情世界，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方式，不管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所知都在什么杜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眼当中。那杜牧这个来讲他的主要的这个历史来源历史的渊源，三欲这个护主莲花面，我们看看三欲是指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三欲的这个护主呢，我们是指要主的是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的面容呢，就像莲花一样的清净，一样的圆满出淤泥而不染一样的这样莲花就是这样的叫极微的这个庄严圆满。那杜牧是从观世音菩萨泪水中出现的花蕊绽放丛中现我们觉得杜牧是从观世音菩萨。那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渊源，然后这么说。那佛经中记载，很早以前呢，有一位慧月公主呢，对这个古音如来还有僧众呢，做了当时的这个如来是古音，做了百千万年的供养，当时的这个但是众生的根基是具有大福报的，所以呢，这个寿命都是很长的，百千万年我们单单说做了供养就百千万年了，所以这个来讲众生根基这个福报这深厚的时候呢寿命是很长的，我们就。尤其像在杰出的时候几乎是无量岁无量岁。那慧月公主那时候也是极大这个生长在一个极为大福报的这样的当时也对这个当时的古音如来还僧众做了这样的一个长久的这样的供养。供养之后呢，僧众就对他呢劝他这个以这个善根呢行发愿获得男生我们知道在这个虽然呢世间上说这个男女平等，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业力上面写很多的显现上面男女即使说我们就是叫嚣的说男女是平等，可实际上很多方面在力气方面这些很多方面呢，我们就是女众呢就是不如男众。可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女众要自卑，而是呢就是都是有自己的这些因缘习气才会显现男的或者显现女的。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不好的习气这个转变，因为女众一般那个来讲的话，就是情欲或者贪心还有这个嫉妒心等等的这个会比较这个重一点。那我们应该自己应该要这个来讲警觉去把它改掉这样的一个传行，并不是说这个女众不如男众，然后就这个自卑就是这个自暴自弃，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应该呢也是一样就既然获得人生呢，不管怎么样呢，只要自己精进呢，都能够获得解脱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说得到男生就是要成佛前决定是转男生才能成佛的就是这个龙女呢，当初也是他们说龙女不就是其实也是成佛，那她成佛前她也是以转男生即下当下就转男生，然后转男然后才成佛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知道。然后这公主却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她这是大家慎重都劝她了。在此呢无有男士亦无女，然后无我无人呢亦无这个心意识。那假名安利男女无意义，世间呢拥于而生这个妄分别。世间呢分为男生就是来讲男女的这样分别呢，也是依靠众生自己的这个业力习气形成的。那就近上来讲，那这个公主呢肯定自相续当中也是在这个这个来讲话去居居这个极大的一个就近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在就近上面哪有男士女士，不用说男士女士佛众生究竟上根本也没有所谓的佛跟众生都是平等无二的。那当然是从究竟上来讲究竟上没有哪有什么我还人这些心意识的种种，它只是暂时的假名安立在这个众生具有二取能所二取的分别的这样的一个习气的时候呢，那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名称去安立。所以这边是假名，从来也没说是真名假的暂时的随着因缘的这种显现去安利的，可是呢究竟上是没有，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意的。就世间呢这是在我们在世俗地当中众生的这种分别念这种平庸且愚昧的这样的一个分别，才产生出这样的一个虚妄分别它本来就是虚妄，不是真实恒常不变存在的那我们就清楚。那这个公主呢具有这个圣意上面的这种见解所以她也就接下来又发了三个大愿。那一个，很多佛陀都是以男生度众生，我发愿与女生
生度化众生。那很多我们也知道啊，很多的这个佛呢，在因地的时候发愿呢，可是来度化大部分都是以男生的。那这时候呢，啊，公主，这是慧月公主，她是特别以发愿以女生。所以有时候呢，为什么有些这个啊，这个啊菩萨呢，或者佛菩萨，有的是显现佛母，有的显现是女啊，像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菩萨呢，都是有时候因地发愿，或者啊，有时候是随着众生的根基啊，这个意乐来显现的啊。那所以呢，其实啊，就近来讲，没有什么怎么男性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分别，这是我们众生自己喜欢。那有些众生喜欢啊，这个来讲菩萨是女性的啊，就像观世音菩萨啊，是这样，汉地的观世音菩萨大部分都是啊，就是比较这个女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来讲像出现的。那这个公主就是发愿于女生来度化众生，那愿我每天能度100万众生，然后还有呢啊，愿我从观世音菩萨的眼泪中出现，你看这都跟自己的发愿有关。那而且呢，能够分担观世音菩萨度化众生的事业啊，就是他发的这样善。所以公主发愿以后呢，他就开始什么，在无量的岁月当中呢，在很长的这个啊时间当中，就开始精进修持，愿出来以后就开始行了啊，就开始去行持了，不是说我们。有时候很多啊发愿特别啊发愿来讲，当然也是啊也是很好的一个这个愿呢，它会引导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善根呢 啊就是集中啊集中，然后让这个愿力能够，所以呢记住要发善愿，而且这个善愿要广，千万不要以自私自利的。那所以公主发愿以后，就在这个无量的这个啊这个岁月当中精进修持，最终她这个愿也就成就了。所以呢有点啊这个来讲。那我们就啊，就是来讲，有天观世音菩萨的，就是这个慧眼就观察，发现自己呢，虽有度化众生啊，无量的众生和六道众生啊，看起来都没有减少，内心特别的难过啊，就是他不禁呢啊悲从啊从心生呢流下两滴眼泪，两滴泪水呢变成了两朵莲花啊，那姻缘成熟了啊，就是慧月公主的姻缘成熟了啊，就是那从莲花中出现白度母和绿度母，所以他们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也发誓，菩萨你。请您不要伤心，我们愿意帮您呢度化众生。然后呢，两尊度母又显现为21尊度母。所以呢，我们真正从都是啊，从观世音菩萨一个本体当中。所以呢，其实呢，不管是菩萨啦，所有的佛菩萨，虽然在因地当中，我们有想要像显现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啊，这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成就，那可是，在最究竟的时候啊，决定都回归到一个本体当中啊。大家不要就是说啊，这个还有分这个分那个的啊，所有的呢都是相同的。那只是在世间上，我们就说众生有这样的分别，那佛菩萨呢，只好随顺众生的这个意乐，然后有这样不同的这显现。那从那以后呢，他们就是开始协助什么观世音菩萨在广度众生呢。那其他佛经有说呢，就是很久以前有这个啊无垢光的一个比丘呢，他得到十方如来灌顶，那成为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又得到五方佛的灌顶，然后他的心间呢就出现了度母。所以呢，不管呢这个啊度母是从观世音菩萨的眼泪或者心间化现呢，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来实际上都是一个本体的。所以呢，祈祷度母和祈祷观世音菩萨是相同的。那这个汉地呢，观世音菩萨与女性菩萨，那观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这女性啊女相来度化众生，那大家比较这个可能在这个习气上面啊，这个意乐上面，他喜欢这个女性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啊这个来讲幻象。那藏地当中，观世音菩萨是男性菩萨啊，度母是以女相啊，度母是以女相的这个啊度化众生的。那我们就看着四臂观音啊等等啊，就是来那在藏地当中都是啊比较男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相来度化，其实呢，不管是那只是众生的一个啊自己的一种习气而已，其实呢没有差别，在行只是在外相上面有差别，那两者密绝对都是相通的啊。我们就是自己啊也是要啊去知道。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以身相来赞颂啊，前面是历史的渊源啊，就是度母啊来自于这观世音菩萨的眼泪啊或者这个心间啊等等，然后在因地时候所发的愿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渊源，然后形成这个分熏就度。那我们先想看看来这个以身相啊，身相不同的这个身相，然后面光啊，面色光芒来赞叹的，有这个啊，我们来看看有。面色啊，面色光芒的顶礼啊，月色白度母，然后呢，秋白满院，聚集脸，成千群星呢，同汇聚，净放微光及灿然
啊，我们就看看这白动物，大家比较也比较熟悉一点。那标志呢啊，它有七只眼睛啊，有两脚掌啊，手掌呢，刚开始有时候有些是同皱的，它不见得啊白色，大家有时候啊不分不清这是白动物还是绿动物。那我们记住，白动物有七只眼睛，就看这个手掌和脚掌呢啊都各有一只，而且脸上是有三只眼睛的，这加起来有七啊，这称为七眼佛母。七眼佛母，那眉间的这个眼睛呢是专门啊，就是观这个诸佛菩萨。那其他六眼是观六道众生啊。我们要记住，白度母它有七只眼睛啊，因为有时候白度母的这个啊这个身形呢跟这个绿度母它是一样的，那只是不同点是在什么，就是在这个啊白度母它有七只啊七只眼睛。那这个宋词的这个大意，我们看秋天的月亮是远离了尘埃，比如有时候看秋天的这个满月特别的清明啊，特别清明。那白度母的面容就有100个这个秋天的满月聚在一起，极为的这个清亮清亮。那身体也发出灿烂的微光，犹如成千上万的群星汇聚。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微光下，它的光芒从降下甘露，是要遣除一些众生的热闹，不是单单只是啊庄严自己的这个身相，最主要是依靠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庄严的功德呢，它能够什么，也能够遣除众生的一切热闹啊。你就知道那白度母有什么功德呢？白度母一般有时候啊，妙音天女，大家应该有些啊，道友应该会听过妙音天女，它是同一个本体啊。如果这个妙音天女这个修法修得好的话呢，有极大增上什么智慧呀、啊，不管在写诗词啊，这个文采方面、辩论方面呢，都是啊不共的这个能力啊会有。那所以修白度母也可以开发这个智慧的。其实所以每一尊度母其实都一样，就看吧21度母啊，有些大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就21度母都是啊，就是来讲一样的这个恭敬心去祈祷。那藏传佛教呢，白度母是长寿三尊里面，我们常常在藏传佛教有常常听到长寿三尊，大家也许啊就是知道长寿三尊，可是不知道长寿三尊是哪三尊啊，其中就有白度母，哎，当然长寿佛，还有一位是尊胜佛母，这是那祈祷是让自己增长啊，这个来讲让自己增长寿命的。那我们就自己的寿命上真的有时候给祈祷白度母，也可以什么让自己的寿命能够增长的。那我们就可以不管在智慧啊寿命上的增长，来祈祷白度母。那藏地历史，那尼泊尔的这个啊这个赤尊公主呢是这个白度母的化身，然后呢汉族的文成公子是绿度母的啊这个化身，那时候是藏王啊，藏王那时候啊娶了两位这个啊这个来讲公主，那其实呢都是属于度母的化身。那用右手这时候呢，藏王呢松赞干布在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国事当中都已经啊就是处理好之后呢，也许这次啊就是来讲吧，跟啊这时候跟藏地的姻缘也即将尽了啊，因为所有的都安排好了啊，到这都已经上轨道了。这时候呢，藏王呢就是用右手呢，然后为赤尊公主摸顶，赤尊公主就变了一只啊这个八瓣莲花的白色莲花，然后莲花出现白度母的这些标志，然后用左手呢为文成公主摸顶。啊，文成公主马上就变成了这个16瓣的这个绿色莲花，莲花也出现绿度母的一些标志。那最后呢，啊，这个藏王呢，松赞干布呢，仰望什么啊？自己的本尊11面观音啊，11面观音。那随即呢，2朵莲花一起也是化光融入到观音像啊，观音像有这样的在藏地啊，藏地当中，大家不要认为就说，哎呀，这个好神奇啊，这个是不是讲的像这个神话一样？这个啊，有时候呢，我们就是众生的就是这样，我们的福报呢。因为浅薄呢，没办法看到这样很殊胜的这样的一些显现。所以呢，为什么有时候啊，这个现在呢，啊，真的呢，就是大家的一根啊，然后福报又不够，一根又重，哎，很多这些很殊胜的这些现象呢，啊，大家呢都会起一个很大的怀疑。其实内心里面呢，大家不要认为我们现在呢，这个啊业障极为的深重，很多很殊胜的这些啊现象呢，不见得因为呢自己福报不够，没办法见到的。所以不要说见不到啊，什么都不相信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这方面呢还是啊自己要好好的这个啊忏悔自己罪障啊，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啊见到啊就是像在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呢这些呢都是能够什么可以见到啊这些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景象。那这些呢遇到灾难还有恐怖的时候，立即要祈祷度母，千万不要忘了一定能够遣除命难，这个是定能的话，那就看自己的信心了，信心强的话呢是决定性的啊。那这个我们就看这个定能这个遣除这个命难的话，那当然我们说有些是我们刚才还有再讲一遍的是什么啊，它是属于定业
啊，这个业障比较深重的时候，那即使我们也是不单单是度魔，以前也讲过，不管是阿弥陀佛乃至是这个药师佛出来呢，都没办法遣除的这样的一个命呢，那是属于众生的自己的这个举啊定业啊定业，他的业障太重了。而实际上，难道这个祈祷呢，绝对没有呢？还是会有用啊？即使自己的命难没办法遣除，可是至少呢，在自己在这个转身之后呢，他都会有带到利益的啊，即使自己。自己命啊，没办法这个把自己的命难遣除，可是自己在这个中阴啊，在这遇命啊，这个啊遇难之后呢，都能够得到加持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哎呀啊，有时候看到他其实也是念佛念一辈子啊，念菩萨的名号念啊，怎么还是死得这么惨啊？这些哦，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好像念佛菩萨的这个名号，这只是众生自己的业力太强大了。也许他这个命难本来是应该是要下无间地狱的，这时候只是遣除他的一个命而已，那并没有让他堕入到这个无间地狱。有时候我们要知道重报轻受，他就自己那可是实际上依靠这个自己的这个啊，平常很精进的念佛啊，念这个来讲诸佛菩萨的名号等等，那自己在这个啊这个遇命啊遇难之后呢，都能够得到加持。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信心的啊，比如不要只看一个很表象的就断章取义啊。那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功德，为什么就是遇到灾难恐怖我们要好好的祈祷，这边是有真实的公案，真实的公案。那毒蛇起慈悲心，我们看看陈那论师啊，大家也知道非常这个出名的那个英明的这个啊，这个来讲认识。那我们看看他有位弟子啊，弟子呢啊，这个来讲话，在印度呢啊，东方啊，都有宣讲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大海里呢突然出现一条大毒蛇啊，它的那吞噬了很多人啊，动物啊，都不是单单只是啊，这个来讲威胁自己，而且呢啊，很多的人和动物呢，旁生呢都遭受到这毒蛇的这个残害。他猛烈的这时候他自己也碰啊，自己也碰到，然后也他猛烈的祈祷度魔的一种内心里面啊，一心一意。的祈祷度母，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啊，这个来讲灾难恐怖时候，内心会一下子，有些人会被吓到，根本呢连自己的名字都忘掉了，他不用说祈祷度母。所以为什么要依靠平常好好的这个啊，自己呢精进的去这个啊，这个持之以恒的去念诵，不要说这个啊临时抱佛脚，有时候是并不见抱得到的啊，因为呢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气串立的话，他有时候会惊吓过度而忘记了。那你看像这个陈那论师的弟子啊，他就不会，他就碰到一场大毒蛇。你看看这个大毒蛇还不是什么一般的，就是我们他这个能够吞噬啊很多人和旁生那像那个那当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啊让这个啊畏惧的啊惊恐的这个啊这个来讲境啊这个环境当中呢，他能够猛力的祈祷，一心一祈祷度母，代表什么？对度母的信心。而且呢，他不是说临时抱佛脚的，决定是都啊平常就在什么啊念诵这个度母的啊，都是在意念佛啊度母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极为惊慌极为危急的状况下，他还能够猛力的祈祷，这代表这个信心是很深厚的。所以为什么就是好的，而且呢并且呢念诵这个度母的心咒，当然呢他是猛力，这边啊记住他是猛力的话肯定是很专心的。那在度母的加持下，毒蛇呢啊这个生慈也这个慈悲心。那一般世间人会怎么样啊，对于这个恶的啊，把我们来看佛菩萨和我们一般的这个世间人的英雄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就是啊这个来讲能够把这个这个恶霸打败了，然后这个世间上的英雄是什么，把这个欺啊这个来讲欺弱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恶霸的，那把他打败了，人家认为说哎呀他是英雄啊，英雄把这个啊强大的这个打败了，然后啊帮助这个弱小的。那我们看佛菩萨是如此吗？这时候就可以看到佛菩萨跟凡夫人的不一样了。佛菩萨并不是说把毒蛇给杀了啊，就是杀了然后去保护这些啊弱小的。你看在度母的加持下呢啊，连毒蛇都生起慈悲心了。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跟我们凡夫有什么差别，就在这里，啊，不是单单只救了，就是啊这些祈祷他的，单单毒蛇没有祈祷啊，毒蛇嗔心又很大，啊，反而依靠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啊，依靠这样啊，这是陈那论师的弟子的这样的一个祈祷，度母的对一切的这样的当下的众生的全部加持，绝对不会只加持只救护这个啊一位。
啊，一位祈祷他的，其他都没，你看连毒蛇都得到了什么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自己呢祈祷的时候，我们就是啊，也许呢我们啊有时候呢想帮助他人，实在啊自己能力有限，那我们就懂得要祈祷什么啊，祈祷父母，祈祷诸佛菩萨，然后呢依靠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就可以帮助对方。所以大家要有这个信心。从这边我们这个公案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看啊，毒蛇并没有、啊、并没有祈祷这个杜母啊，这毒蛇反而就是嗔心特大的要残害啊，残害其他的众生的时候，你看那因为呢有人祈祷杜母，所以当下所有的这些众生都能够得到利益啊，就毒蛇升起慈悲心，当下也返回了这个大海，那从此也不再伤害众生了。你看不是说当下不伤害啊，从此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杜母的啊，杜母的一个威德力、功德力，大家从这边自己不是说一个公案呢就随随便便，大家应该尽量的在这个公案当中呢去呢深入的去理解到啊，这是来讲每个公案都应该去啊深深的去了解里面有哪些啊这些功德啊利益啊，自己应该去随喜生信心的。所以世间人也应该祈祷杜母，很多人都希求什么长寿、平安、快乐啊，发财、求子，许多杜母的修法仪轨和祈祷，我们都说只要啊诚心祈祷，这都是杜母的仪轨当中啊，直接的等于是杜母发话了啊，指杜母之啊，就是直接是来自于杜母，这样啊祈祷杜母呢，那、啊、念诵杜母的这个经咒呢，除了个别这边讲了，我们刚讲定业啊，业力深重者，业力深重者也许当下呢他没办法就是说啊对这些业呢完全的清除掉，可是呢决定都会有得到加持利益，大家不要忘掉啊，就是完全要清净掉，因为有时候定业是不能转，可是呢这个人还是在什么啊，这个来讲在这个危难当中还是会得到加持。所以大家不要说哎呀这个业力深重不能拿，我就算了吧，不是这个样子啊，只是他这个当时的这个业呢也许没办法一下子就能够把它遣除掉，可是呢是啊这个来讲还是可以得到后面的，还是可得到加持利益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啊就是而且这是少数的啊，少数的呢一般来讲都可以的，都可以得到这个遣除的。那想一切悉地愿啊这个愿力呢成就呢都可以得到啊，都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那这边有人很多想说哎长寿、平安、快乐、发财，我们去啊有时候呢当然呢我们会觉得啊很多人啊我们学修了大乘的佛法都知道啊，大家平常都应该就是一位利益众生啊等等啊，毕竟呢我们这个每个人的学修的这个根基状态是不一样的，有人初学者他可能还没有去啊就是啊真正的去啊这个来讲就发到这个啊这些等等啊就是为利益众生啊等等的，那就是啊可是实际上呢有个长寿、平安、快乐、发财、求子，那到底可不可以求？我们一般来讲会说哎不要求这些自私自利的，这实际上呢自己呢本身呢如果真正是啊这个命又短，然后病又多，然后一天到晚不是很平安的啊，老是有这些事情，然后呀也每天很痛苦，然后呢又很贫穷啊，就是来讲然后家里面的这个啊这个来讲长辈呢又巴不得啊有时候呢又啊像很多人就是啊这个是没有小孩啊，那家里的长辈又就是啊这个传宗接代又是看那个特别重，这些会都会什么，如果呢我们真正还没有出力到相当的时候，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内心，会带来痛苦。那这个有痛苦的时候，你会好好的闻思修行吗？那是不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修的次第上面，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求长寿、平安、快乐、发财、求子，可是呢并不是说要让大家是单单把所有的佛法然后去求这些，我们要去把它当自己啊有这些顺缘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转入到什么学修佛法啊，我们长寿的时候啊以后呢不是单单去取什么啊这个来讲就是执着这个长寿，我们依靠长寿我们可以什么闻思修行啊，更加的能够什么增长我们的闻思修行的这时间。我们平安的话并不是说单单向世间人求啊单个平安，然后我就去享受这些平安，不是，我平安的时候呢我也可以什么啊更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放在闻思修行佛法上面，我快乐当然是更好，没有痛苦的话我这个闻思修行起来，我这啊对佛法的这些种种的思维我可以很快速的就能够去理解大家所有的钱发财哎也很好，我可以啊就是把这些财啊所发的财我可以用到什么啊就是利益众生上面，我放生我这个啊就是来讲话可以就是
做很多的供养僧众啊等等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哎呀我们好像啊学修佛法，我就哎我不求长寿，我不求平安，我不求快乐。当然如果你已经啊具有这样极大的一个出离，真正的一个出离境，对世间八法八风吹不动的，那当然我们对这些是嗤之以鼻，根本就是不会去谈。可是我们毕竟还是在这个世间上的话，那偶尔求，可是求这些并不是像世间人我们是要去贪啊，去贪它，而是把这些的顺缘全部都用在什么利益众生，用在自己的解脱上面啊。我们可以把它转啊啊转了、啊，然后呢，这个啊这个，如果家里面很多啊，家里面有些这个啊这个长辈啊，特别的说啊，一定要传宗接代，一定要在求子，自己也看这些姻缘啊，自己看这些，然后呢啊求子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小孩呢，他长大，我们求子不是说来，我们是啊这个自己老的时候来赡养我们，而是希望来了一个什么。能够利益众生的一个啊，这个来讲小孩那不是也是很好的吗？他能够啊，能够利益众生，能够当的以后也能够出家成为这个啊，这个法师，能够啊，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虽然求子，我们求的子跟人家的这个世间上求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世间法上面也可以转成为道用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一看到啊，这个求着长寿就嗤之以鼻啊，平安啊，快乐，好像自己都不需要。可是真正你命啊，这个短命，然后又多病的时候是不是也还是很痛苦，然后一天到晚都不平静啊，都不平安啊，都是这样，就是一下子这边吵，一下子那边闹的啊，是不是自己心里面你还有多啊，你有这样子啊，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种种的这些啊委员当中呢，你还能够还顺顺利利的维持修行吗？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一看到这些平安话就感觉好像是啊一般世间人这些不懂得佛法的人才去求的 啊懂得佛法也可以求，可是求的它可以转为什么利益众生上面，可以转为自己修道上面的一个顺缘。所以希望大家啊，这些来讲啊，学修佛法不是这样子死板板的硬邦邦的啊，要懂得啊，这个灵活的运用，这个运用绝对不是在自私自利上面，绝对不是在轮回上面要转啊，能够转到什么利益众生，能够转到这个啊所谓的这个自己解脱道上面，那它都是佛法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啊一看到这些就是啊认为啊这个啊不屑一顾的啊。这个我们看，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啊，在接着这个许多度母的修法衣柜啊祈祷文，只要诚心祈祷度母，大家不要忘了诚心啊，这个信心上面绝对要，那这样子肯定都可以遣除自己的灾难啊。这个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再下来一个是以声色还有六波罗蜜多啊这个事业上面然后来赞颂的啊，就是啊我们看这个这位度母呢，在尊度母啊以这个声色和六波罗蜜多顶礼紫摩金色母，然后呢莲花庄严其妙手，布施精进苦行进呢安忍禅定行进性。我们来看看这个标志，那标志金黄色啊，这个还是金黄色。那右手也是一样结这个结圣施印，所以我们知道啊，菩萨不是说随便摆个，就像我们、啊、照片随便乱摆姿势啊，讲要美丽啊，不是的啊。大家知道啊，这个右手即为这个啊结圣施印，我们叫救度众生，是不是啊？就是拉众生啊，拉吧。有时候我们就是伸手。我们伸手要把人家拉上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姿势啊？我们看看这个度母这个右手的姿势，它就是一种救度的。所以你看每个度母它都是在救度众生离苦得乐的，所以大家知道啊，这个一摆出来这个啊这个度母的姿势，那为什么我们啊遇到这些委员什么遇到一些啊这个障碍，马上就赶快祈祷度母，它就是来讲自己观想度母那只手就伸出来了啊，就伸下来啊，观他想的度母的手在啊救啊给予自己加持，给予自己啊，就有这样的这个啊，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的啊，就摆一个很好看的姿势，并不是啊，这个它都有密意的，都有意义的，它是专门来救度众生的这样的一个结这个圣施印。那左手呢持着莲花，莲花上有遣除贫穷、赐予财富的如意宝，所以在观修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个能够呢，那祈祷恒常祈祷这个。这样紫摩金色母呢，它就可以遣除我们的这个贫穷啊，施予财富。我们刚才也讲了，财富呢并不是说哎这个财富我拿来我想要发财，我想要自己享有，我们可以用在什么啊，这个利益众生上面，可以用在这个供养上吧，像上供下施上面，给他呢给予呢啊，就是来利益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智慧的去运用之啊这些财富的啊这些，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如意宝。那接下来特点呢是以六波罗蜜多来度化众生的啊，有六度来度化。
那当然就我们知道六度有不虚精进，然后苦行极进啊，就是不是啊，就是来讲它是精进啊，精进的话就苦行这个极进的，然后第四是安忍，那第五是禅定，然后行进性当然是从行的，行的是什么般若啊，智慧。那我们看看呢，紫苏金木啊，金色母呢，它是以这个增长智慧福德寿命，然后遣除痛苦愚痴灾难。其实每一尊动物其实都是可啊，都是相同，只是在从不同的这些侧度角啊，这个来讲角度来讲，它有这样不同的啊，就是它特别的在某方面上面啊，可以就去增上。所以不管呢，二十一动物呢，我们就祈祷起来啊，就是来讲可以感觉那种力量啊，就是更加的强。其实啊，自己真正有信心的话，一尊动物其实也就。可是我们的众生分别念，我刚才讲了一跟二十一，我们就感觉是不一样，就觉得二十一的力道更加的这个强大啊，更加强大。那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因为毕竟我们还在这世俗地，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别，也可以这样子去观想。哎呀，二十一下子来二十一一尊度母啊，那个力量啊，所以呢，那这些这个紫啊紫摩金色度母呢，它是这增长智慧福德寿命啊，不要忘。然后呢，遣除痛苦愚痴还有灾难的。那我们看看智慧啊，这个断除了，肯定这个愚痴就减少。那福德增上的话，那我们也知道啊，这是来讲这个痛苦也减少，然后寿命增长的话，就比较代表着没有灾难啊。所以增长和遣除的方面，其实啊，在遣除的过程就会增上啊。那我们来看看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也非常的这个感人。我还是啊，我其实平常呢特喜啊特别喜欢呢欢喜呢啊上师讲很多的公案，因为我觉得呢啊自己就像个小孩一样，因为我觉得公案比较容易了解啊，比较容易学习，自己在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啊启发还有利益。所以公案大家不要说哎这个故事哎到处啊这个讲的都是一模一样，不要这样子去认为啊，每一个的故事它都有这个啊，自己如果有一个这个信心的话，一个啊这个谨慎的态度，一个恭敬的态度去学习的话，你会从里面得到加持的。这些公案不是一般世间上的这些普普通通的这些公案啊，所以希望大家啊不管是学习什么都是带着智慧去抉择吧，不要用自己的很普通很平庸的一个分别念去看啊。那我们看这个裸体度母啊，也是那兰陀寺呢附近的一个奇女啊，她在跟那兰陀寺哎，想想大家有时候这个啊这个因缘是不一样，我们想想我们在这个啊有时候我也会想啊，在这个佛学院那也有乞丐啊，同在同一个地方啊，我就能够就是出家，能够什么啊？能够接近这么殊胜的佛法，有这么殊胜的道，大家在同样一个清净的道上，可是呢，所得到的这个啊，这个来讲果报就是不一样啊。我清净这样子殊胜上有这么啊，这些来讲殊胜的道友的陪伴，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一个乞丐而已。啊，我们想想有时候这些呢是啊怎么样的行为，所以有时候自己的福报呢，如果不去思维，不去那个什么，你很难去想念去啊，那兰陀寺附近的奇女啊，就是一个奇女，她为什么不是一个僧众呢？不是那兰陀寺里面的一位出家众呢，而是一位奇女，大家自己好好想想看啊，这个因果上面啊，因果上那真一位奇女呢，因为啊，而且你看奇女她就算了，女儿要出嫁还没有陪嫁的资具，所以母亲呢，真的有时候我就想到啊，这个啊，这个来讲奇女她是本身是一位母亲，自己再怎么穷啊，可是呢，女儿出嫁呢啊，她还是想要希望她能够有风光一点啊，给女儿一点面啊，有点面子的这样出去，所以母亲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哎，女儿。出家没有陪嫁，那他就向月观论师呢乞讨啊，那时候向月观论师乞讨，然后呢他那这时候月观论师呢他也没有多余的财物，除了自己的身上的一身这个衣服呢，那还有这个啊这个般若色颂以外啊八千颂以外啊，其实呢这个啊这个来讲，我们也从这边可以看出，出家人呢真的对着世间上的虽然都是啊，其实呢并不是说他贫穷，而是呢他对于世间的这些世间法呢都什么啊已经就是来讲不会再去贪着了啊，根本就是啊不在乎的，不在乎。所以呢是除了自己的衣服还有这般若八千，他觉得呢最怎么最值钱的就是什么智慧的般若啊。那我们从这边看出家和这个不啊这个在家就有什么样的差别了啊。那他自己身上没有多余的，可是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就说哎呀我也没有哎，不好意思啊，就没了。可是他不一样啊，我们看月观论是怎么样，那月观论是没有多余财物，于是呢他呢就什么帮这个奇女啊，因为这个奇女他像这个奇女他看到奇女的
这种痛苦，所以呢他就让他帮这个奇女呢祈祷这个墙上的这个杜牧像，祈祷墙上的杜牧像。所以他这种是一种无私的，因为呢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说，哎，我也没有啊，就是啊，没有办，没有就没有。他可是呢月观论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修行人是怎么样的啊，一个具有慈悲的这个修行者，他什么，他绝对不会说自己没有就算了啊，也不，可是他懂得啊，他用这些啊，就是尽量的也能够想办法。那就是第一个想到杜牧月观啊论是祈祷以后呢，杜牧像呢，因为它是一种无私的啊，一种无私的这种杜牧像变成一个美女啊，这然后从墙啊墙上走了下来，将身上的衣绸，那、啊、这个美女呢，这个杜牧的变的美女就是有这个啊这个丝绸的这个衣服，还有这个所带的各式各样的金银的这些首饰啊等等的装饰，全部拿下来呢，就送给了那位奇女作为她女儿的嫁妆。从那之后呢，这尊杜牧像呢全身赤裸，就成为著名的裸体杜牧。我们从这个当中，当然我们也看到杜牧的不可思议的价值，可是我们也要学习什么月观论师啊，月观论师，不要把它当成，哎呀，怎么可能啊？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自己在祈祷杜牧的时候就巴不得自己的杜牧从那个啊这个长就走下来，什么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分别那个啊妄念啊，我们就是好好一心一意的祈祷杜牧啊，希望杜牧能够遣除我们的啊，并不是要大家去学习说，哎，这样整天就是幻想这个杜牧也能够像这个月观论师的这个杜牧能够走下来啊，只要你心。啊，心意成了，而且是无私的。我们看看月观论师，他是一种无私的这种啊，然后一心一意，他真的想要遣除这个奇女的这个啊，所以他的这个贫穷，他的痛苦，哎，他一心，因为这件事其实跟他有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可是呢，他不觉啊，他就是带着，所以可以看到月观论师的他的这个心念，他的起心动念，我们要学习啊。然后呢，也是啊，非常欢喜杜牧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来讲，这样杜牧的。这个一个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显现，所以大家不要也不要打仗，就说哎呀看不到，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假的，老是用这种怀疑的心，这就是我们末法众生很可怜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啊。那月观论师曾说，杜牧对所有无私的祈祷，你看月观论师他自己本身来的一种这个体验啊，他也跟我们分享，无私的祈请都会应现啊，就是及时应现。那其他的祈请则可能要久啊，等久点。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祈祷就是带着怀疑，带着也是不是很啊这个啊这个专一的，然后散乱的，然后这个啊，那当然呢，这种加持就会什么感觉上比较来的不是这么的这个啊这个来讲迅速。那月观论师讲它是一种无私的祈请都会，那所以呢，我们最好在自己在祈请的过程当中，最好是以菩提心来摄受啊，菩提心摄受，不要忘了祈祷杜牧没有自私的心啊，以利益众生的祈祷，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啊，也许我这次祈祷是因为哎呀我自己有一些什么委员，那我们想想我们有委员，还有很多众生也有比我们甚至比我们还要严重的委员啊，内心就想到哎呀那啊一起啊一起帮众生祈祷，一起帮众生祈祷，那即使我们自私自利的心祈祷，杜牧当然也会给予相应的这加持，可是我在想同样一次的祈祷，那还不如什么啊，为这个完全就是来讲，就是啊就是来讲也是带着不要忘记了众生啊，不要忘记众生的，也为了众生的利益，也希望众生能够什么啊，两个遣除痛苦，获得安乐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因为我们怎么想，众生也是如是的，是不是？那我们也就讲，但一起啊，那所以同样一次发心，那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这个啊，而且呢，这个加持会来得更快速啊，根本绝对不会因为我这个好像就时间上，我这个100块一下子来了10个人，哎呀，我一下子这个分啊就会减少了，那可是呢，在这个。我们这出世间的这种啊，这个来讲，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就是来讲话，就是你的一个啊，本来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他的这个加持呢是很微弱的。可是呢，就是因为自己加了这个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心力，反而来得更加的快速，更加的广大啊。所以呢，大家自己还是啊要有一个利他的心，不要忘记了。所以呢，这边呢，上师也啊，也是特别啊，希望在讲了我们虽然讲了这个三尊杜牧不可思议的功德，虽然有些也是很相似的啊，这个来讲都是在智慧福德寿命上面。那我们从今天就可以看到，杜牧他最主要就是遣除众生，就跟什么佛的事业一样，遣除众生的痛苦，然后增上众生的安乐。啊，不管是暂时还就近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上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新的一年呀，也像这些高僧大德们
一样，讲的高僧大德都要祈祷度母，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应该好好的祈祷度母，这样顺缘自然会很成败啊。这是来讲，在顺缘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要好好的闻思修行解脱之道呢，自然也是，然后家里也是啊，就是来讲平平安安的，这个顺顺利的，那多好。在新的一年开始呢，所以大家呢一开始就依靠这个度母法，那希望呢在这个新的一年都能够什么吉祥如意，吉祥如意。那所有的这些委员呢，那当然都能这个遣除，那自然我们就是顺顺利利、圆圆满满度过，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年。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本身，包括我们周围有缘的众生，大家不要忘记了啊。所以呢，希望今天呢我们这一堂课呢，我是觉得非常的吉祥，非常的如意。可是呢，就是什么自己别忘了要祈祷度母，而且二十一度母这个诵呢，这个赞诵呢也是这个时间并不会很长，不要因为这个时间短，然后就随随便便念，就因为时间短呢，我们比较容易专心。大家好好的就是在这个三五分钟内呢，然后呢专心的一意的因为时间长，如果要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也许一方面时间也不够啊，或者什么，那也担心时间不够。可是二十一个诵词呢，并不是很长的并不是，尤其到时候这个时间念这个来讲多了以后呢，慢慢的他念的比较熟悉的话，会更加的快。可是不是说一快的就念着随随便便。我们刚才讲了，加持力的这个力度的大小，在于自己的信心上面，信心恭敬心上面是不是很专心这个信心它是清净的，绝不杂染其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妄念，大家不要忘记了，它是很专一的，一心一意的一心一意的去祈祷。所以呢，这个心这个新的这些心态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念诵呢？大家应该先做到，否则这个加持呢，说而且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所以呢大家比较容易在短的时间内要祈祷要专心比较容易。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短的这个修法当中呢，也得到什么，它就可以得到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来讲果报，遣除所有的一切这些委员，然后承办一切的顺缘悉地。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祈祷度母，而且二十一尊度母二十一尊度母，那么看每一尊度母的这个手几乎都是就是来讲就是都是在救度众生方面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右手上面施救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手印呢，大家不要忘记很一心一意的好好的祈祷这么一个这个来讲慈悲具有威德力的智慧的这样的这个度母。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一年的新的一年一开始就有这个顺顺利的很吉祥很如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来讲这样这个环境就可以这个来讲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在新的一年我们也很高兴，也很感谢上师呢给予我们这么一个好的新的礼物这个新年的新礼物。第一个就是由度母遣除我们的这些我们不爱的这个痛苦委员，然后呢能够增上承办我们的这个顺缘安乐那大家那这些这个既然收到这么好的礼物，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运用那今天呢我们也讲到这里，那接下来也是一样讲这所有的这些听法的功德，我们回向一切众生，希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然后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南无一贪结如巴涅陀涅涅贝扎那那盘邪将杰嘎那七瓦隆赤巴依赤贝陀雷卓瓦卓瓦拉修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心亦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行，三世诸佛说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喜，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嗡。